你能不能陪我去玩一下那个秋千？就玩一下下。我怕玩不起来。稳着点。我真的会谢。你现在怎么样？血压有点高啊，你高压有点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痛死我了！能行吗？没问题。啊，是吗？没事没事。来来，综艺效果，综艺效果，多好玩啊！这个，我怎么看他们是坐在上面的呢？就荡着坐上去了。坐一下去。来嘛。你往下一压，你就坐上去了。太危险了！我那么重是吗？你能帮我吊起来吗？等一下。坐好哈。嗯。喂。你知道我在你这有什么感觉吗？什么感觉？就是我被一股很强大的力量给吊起来了。这个真的很高哎！我跟你说，这真的很高。你老实的告诉我。你到底多重？我49到50公斤，是真的。小敖，你不是在做饭吗？没菜。他觉得我很胖。来，你能把他拉下来？你要是这样能把他拉下来，我给你做一个星期的饭。哇，来，配合一下。他配合不了。他可以，你看。这就拉起来了。对呀、啊，长不进，你这个不算不算。你看我都找这个了。哦，他没那么重。对呀、啊，我就100斤，好不啦？哎，什么？我上了，我上了，我上了。来吧。啊，这样看起来是我比较重一点。不行，你太快了。很吓人，你要来感受一下吗？我可以，我跟他应该差不多。来，你要感受一下哈。等一下，先把他架上去。这么高？等一下，你先把他摁着。好了。不行啊，你帮我一下，真的不行了。这我谁先下来？他先下来。晕了。啊！来，你先下。对不起，不是，你下去，我不敢下去，我真吓坏了，感觉太可怕了。看王老师好像做完饭了，我们去吃一口吧。啊，王老师他们有食材了吗？去吗？你想去吗？我都可以，走吧。你想去吃吗？还是？玩一下那个，玩一下就玩一下。
不要了吧，大哥。云霞，云霞，云霞。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别人干让你干嘛吗，军哥啊？倒也是，你也在 push 我。我没有啊，我没有。你不用，不要 push 他，弟弟。对呀、啊，我没有，我在邀请你。快点，快点，你其实很乐意干这个事儿的，不要抗拒了，快。我真的不太乐意，我怕摔下去，大哥。就浅试一下，浅试一下，不要不要不要！不是，我真的就太想再带孩子了，你知道吗？拜托拜托！哎，呜！我感觉军哥像在拉车。好好玩，你来不来？带你体验一下。嗯，行。来，军军。军哥，城市我来了，军哥。嗯。哇！哎，咱俩可以转圈吗？来一下子啊！稍等啊，我来推一下。哇！你脚得蹬一下。哇！你脚好晕。啊！每次刹车挺费衣服呀。来，江姐。来，陪弟弟玩一个。好，来来吧，姐。这家没你得上，王传君。我就是一块配重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军哥。啊啊啊！在家要带孩子逛游乐场，在桃花坞要陪王鹤棣荡秋千。太想带孩子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你们家不去排舞？首先我们家确实能歌善舞的，这个曲叫稀缺。哦哦，剪刀石头布。然后如果一天要排三个舞的话，那就会打破我们自己生活的规律。因为我们家主打的其实就是享受生活。真假的？我并不想在这么美的一个环境下让自己活得特别的辛苦。就是有一些工作可以做，还挺开心的。我想为家里的贡献值做一些努力。贡献值和运气能。不是，你这俩脚是怎么动的？左腿，左手，左腿。你的手就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右手，右手，右手，右手。叠个千纸鹤。剪刀石头布。你都是不想下来了还是咋的？其实我的性格的话，是你要单独给我一个事儿的话，我其实是很随意很随心的，但是我觉得集体的嘛，我一定会特别严谨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好。